胆真大呀！我要晚进去两分钟啊，那后果能想吗？我要是胆大的话，你我管你两分钟几分钟，我不早完事儿，我不是该咋的？他不是那么个事儿，行吗？你听我跟你讲，哥，是这样，我跟姚哥吧，又见面了，怎么的，万哲兄约不着小姑娘，得约的啥？老登口挺独特呀，你谁呀？张导都有你呀。我打折兄，你爸？哎，你说啥呢？呀，这是我爸。就哎呀，就你俩一个爸。哎，说什么呢？闭上你个猪嘴啊！能说说，不能说滚呐！啊，就说现在必须成双成对呗！啊，瑶瑶进来了，你进来，坐，里边坐着。这又是谁呀？啊，你又认识哪？干啥？这一上来就往这记，你干啥呢？哎呀妈！啊，我问你呢，谁？干啥呢？王系啊，王系咋的了？这满屏的氪金活动，你还玩啥游戏啊？裤衩子给你赔丢了啊啊！你以为我是啥？我玩的这个纯净骷髅服可不是啊。开局给你一只小骷髅，附赠一把无限成长大砍刀，刷起怪来一路火花带闪电的，而且大怪小怪都能掉落真充卡，一比一抵用，真实充值，打多少就能拿多少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白手起家，哪用花钱呢？真的假的？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现在左下小印上下只要一个手充，就送价值上千的万年还魂大礼包，我试过的都是真。你说完了没有？你说完赶紧滚呐！我往哪滚呢？滚呢？这不正好他爹搁着呢吗？那咱就得说到说到了。不是咋，不是咋的？你这追不着扶摇，你这找家长来了啊？还有你，你也不管管你闺女找这啥呀？这都该你岁数大了吧？我说两句，刚刚没处呢，少说两句。你说你干啥呀？哎，大哥，消气，大哥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他一傻，打给他干嘛呀？装啥呀，老邓？咋的？心脏病啊？心脏不好啊？你快起来吧，一会儿你再过去。哎，说一遍试试。我再说，再说一遍怎么的？说他没说你呀、啊？咱说了，你自个心里哪嘎不行，心里没有点数，还硬硬搁这找那啥呢？你快坐下吧。别说了，行不行？你再说一遍试试。怎么的？我说他没说你啊啊！要不是说看你这个有几分之色，谁跟你玩啊啊！真是我发现了啊，爹这样，闺女才这样。再说一遍。我再说几遍能怎么的？就往你。